吃的自行车。我问过了，自行车以前是小熊弟弟的。小熊弟弟。小熊弟弟买了新滑板车，就把旧自行车给扔掉了。自行车好可怜啊。轮子坏了。坏了，别怕，全包在我们的身上，保证成功。对对对。让我试试吧。哈哈，有办法了。什么东西我们都能修。这里松了，让我来。小小鲁班，还有这里。该我了。好了，成功了。骑车喽。好像还少了点什么。什么呢？少了那个。骑车去喽。我还没修好呢。嘿，皮熊帮帮忙。滴咚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淘淘怎么骑不稳呢？也许还没修好啊。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安静。好好啊，香香，有个惊喜哦。什么呀？好神秘。这是我在树林里捡到的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看。哎，好漂亮。小小鲁班，快来看风火轮。啊，找到了。红红，快给我。啊，喂。在那儿啊。哎呀，找到了。红红，跟我来。啊，干什么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这叫小帕，你看树上画着呢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没有脚踏，所以淘淘就骑不了自行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小小鲁班修好了自行车，接下来有什么新的麻烦？